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电脑没快，我们今天来玩第六届的啊哦狼人杀。Hello， 嗨嗨，大家好，我是巧克力。Hello， 大家好，我是猫。大家好，我是哈基。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团团。大家好，我是杰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第六届的啊哦狼人杀终于敲啊敲了749天，请来了那一位在麦块史上最最最最最邪恶，然后把我的徒儿教坏的那个家伙。我是好人，坏人。我们今天来第六届的嗷呜狼人杀是一个全新的大改版的嗷呜狼人杀、哦、这一次的嗷呜狼人杀是名不其实的蠢蛋大改版，不是因为新增了蠢蛋这个职业，而是每一个职业都有蠢蛋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指说狼人啊现在有蠢狼人啊，猎人啊现在有蠢猎人啊，女巫啊现在有蠢女巫啊，西瓜啊现在有蠢西瓜啊。所以这一届的嗷呜狼人杀我们就找来了巧克力还有一些邪恶的家伙们，准备一起在第六届这个地方大开杀戒。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宝贝喜欢嗷呜狼人杀系列，想要更多更多 YouTube 一起来玩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西瓜，不是刚才讲是西瓜，大大的西瓜。哇、wow ！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也要来一个25000个喜欢，我们得找更多更多 YouTube 一起来玩。好，那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改版到底改了哪些东西 ，OK 吗 ？OK。这次改版呢、啊，如刚刚所说，这次是蠢蛋大改版嘛，对不对？这一次呢，新增的蠢狼他有什么用嘞？蠢狼嘞，他就是他有一把打了一下就会爆炸的斧头，然后蠢预言者呢，就是他会预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一定你预言出来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正确。再来，蠢忍者也有，你的忍术嘞。只会有短暂的夜视效果，连女巫都有蠢女巫。女巫的效果来是她原本是必杀的药水嘛，对不对？但是她的必杀的药水来变成只有3颗星、4颗星这个样子，没有办法直接杀死你。那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先不把蠢蛋加进去，我们先来玩一个正常场，好不好？越玩大家越蠢，对对对对对，越玩之后大家越蠢。所以我们一开始的人数配置是这样子的，一开始的人数有7个人，我们狼人2只，对，狼人2只。然后我们这一次新增一个制定的规则，因为我们发现上一届啊，发现狼人好像有一点点太强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制定规则是这样子的：狼人每一个晚上一次只能够杀一个人，好吗？一次只能够杀一个人。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人员配置：猎人一个，预言者一个，女巫一个，忍者一个，村民一个。OK 吗？好，好，准备好，我们就准备开始喽啊！目标就是要狼人探知跟无敌有开有关吗？啊，对哦，我们让狼晚上不要这么强好了，好不好？狼晚上不会无敌，然后狼彼此知道谁是狼 ，OK 吗？好，好，好 ，OK， 行。那第六届第一场的嗷呜狼人杀要准备开始喽，嗯。选地图，选地图，我们忘记选地图。我们先来一个熟悉的经典城镇，好吗？我们先到经典城镇，先稍微逛一下街，之后再开始。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帮我们除了留一个大大的喜欢之外，别忘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下，你觉得今天谁才是蠢蛋？你全家都蠢。准备好，对 ，2, 1 ，Ready Go Go！ OK OK， 我是。最最最棒的好人，我也是超厉害的好人，你才不棒，我是最棒的好人。怎样才会棒？怎样才会棒？就是我无所事事，我什么事情都没得做，就很棒。你有大棒棒吗？我拿了中间之眼，我拿了中间之眼。哇，真的假的？偷偷跟大家讲，我是炼金术师啦。啊！你要念什么？你要念什么？真的。好，开教，我主教。我现在缺一个幽灵眼泪，有人可以给我个幽灵眼泪吗？很难吧？我找找。我觉得有人给你，你是不是就要砍他了？没有，对，肯定是狼。哎呦，哎呦，我找到一个秘密通道，哎。哦，什么秘啊？告诉你们就不秘密了，我来告诉你们。啊！有秘密都不说，对呀，城镇彩蛋，城彩蛋哎，谁找到彩蛋？我就跟你讲，我找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啊！哦，我偷偷告诉大家，我是探险家，我换职业了，转职了，来了，晚上了，我出不去了，忘记出去的路在哪里，救我出去！我上了，我要跳出来，我是预言家，是你演什么？巧克力是狼人 ，OK， 他是假的。我现在马上拉一个人，我是猎人，团团在我旁边。小光是狼人，小光是狼人，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
小光是狼人，我是预言家，相信我、啊。蠢蛋啊！假跳，我们又没有蠢蛋，没有蠢蛋吧？没有蠢蛋，还没有蠢蛋，好，尴尬。哎、欸、哎、欸，我们来这个一下好不好？来来来，什么叫来这个一下？有哪个一下？哦，验一下，验一下，验一下，好贵，很验，贵验。OK OK，、欸、这是秘密通道。你又找到秘密通道吗？对，对啊，很难，你看我不见了。透视的时间好久啊！团怎么了？可恶！我觉得那个团团怎么了？听起来有点故意。杰克，杰克是杀手。小光，不是杰克跟小光。我不是预言家，我不是预言家，一定是预言家跳啊！我不是，我真的是狼，我真的是预言家。你真的是狼什么？我是预言家。你真的是什么？我绝对不说谎，我绝对不说谎。你绝对说谎，那你为什么会验我是？我问你，要看清楚，我的尾巴是不是翘起来啦？没有没有，我真的是预言家。那你为什么验巧克力是狼人，结果他是猎人？对啊，他是猎人啊，他就把团团拉来，团团说不定都很开心，然后他现在死掉，对不对？对，代表团团也一定是好人啊。嗯，所以猎人刚刚好跟他同时看到他看到猎人发动嘛，结果他就说：“哎、欸，我要发动。”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欸？有一点不太对呢。所以真的预言家呢？预言家可以跳啊！我是啊，我是啊。你走开！可是等一下，如果除了小光以外，等一下，如果没有预言家跳出来的话，那小光可能真的是。如果小光可能真的是的话，在吗？那团团刚刚可能是。团团刚刚可能是巧克力干掉的，巧克力跟我不是猎人，团团怎么可能能够顺到我旁边呢？是不是瞬间把他杀死啊？团团已经挂了，不能够讲话。Q 脖子断掉了，我拉过来，而且他也很开心，然后还跟我一起两个人隐形。我赌上我爷爷的性命。那他又死掉的话，代表他是好人，对不对？什么东西？然后他死掉，代表我跟他一定都是好人呢、啊？逻辑君，你们的逻辑怪怪的哦。逻辑爆炸中，可是爆炸，会不会小光跟阿神不是吧？我预言第二个、哦、，OK， 我预言第二个、哦，羽毛是狼人。啊！我不是啊，羽毛是狼，我不是、啊。现在是怎样？你看他真的很奇怪。不是我们这场都蠢蛋，对不对？有蠢蛋啊！小光就是一个蠢蛋，是不是啊？不，我不是，你这是莫名其妙哎、欸！我这还乱的吗？来，我再拉一个人验明正身。好，谁、欸、谁？是隐形是不是？谁又拉了？我，所以巧克力真的是拉了，巧克力真的是那个啊！你看，欸、这是巧克力、欸，可是现在是隐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巧克力。我看一下、哦，我蹲，我跳，我跳， okay, 他是巧克力，打你嘞。OK OK， 所以如果打脸你，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那就是小光跟某一个人是狼人。欸、可是小光又死了、欸，我死了，哈、啊，他是蠢蛋吧、啊？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啊？太蠢蛋啊！我看得好开心啊！逻辑断线啊！为什么？逻辑断线啦！陈正彩蛋了，我找到彩蛋了，他下面有好多。好多商店哦、喔！对啊，现在不是彩蛋的问题吧？他现在这边好多商店哦、喔，商店区哎、欸，他卖版本换。对，可是重点是我们女巫没了，团团刚刚帮我隐形，所以他是女巫啊。哦哦，所以我们要快做东西。你有没有找到那个？有没有找到那个幽灵眼泪？没有，白天白天白天三天，第三天白天白天正白天找。哦，活下来的，现在能够确定就是我跟巧克力是活人。对，而且是杰克，你刚刚觉得他话也很奇怪，我觉得他有可能。我也觉得他那个讲话的方式就是怪怪的。我觉得现在就先把小光归类为蠢蛋好了。好，小光是蠢蛋。那杰克走开啦！明明就没有蠢蛋啊，他就是本身自己蠢啊，他就本身自己蠢。关羽毛，你是什么？我是村民啊，刚讲了。你不可的。他技能？为什么？村民有几位？村民有几位？村民一位啊。一位啊，一位还两位啊？一位。那我不要跟。他自己是什么？啊？羽毛是狼人。我不是。是羽毛是狼人，因为如果村民只有一位的话，我是村民啊，我是村民啊，我是村民啊。那巧克力一定是羽毛啦。你巧克力要相信谁？没有啦，所以阿神一定是好的。没错。追我，完了，我不行了。阿神，你要自己活下去。你我已经活下去啊。对，哈基是什么？哈基从头到尾没讲哎、欸。什么？哈基，你是什么？他应该是忍者吧？你是什么？你是够混乱了。杰克，你是什么？你说。
啊，头好痛啊！我是狼人啊，怎么了？啊，只有三个狼人，所以他就应该是忍者啦。你们加油！羽毛，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存活小牌。什么？他手上已经亮刀了。羽毛是狼人，亮刀啊！所以小光到底是小光是混乱邪恶吧？已经离开那边了。我不是混乱邪恶，我早就跑掉了。死人闭嘴！忍者做事了，忍者做事了。尸体，我们是尸体。哦，对，我们死了，我们不能讲话。走开，走开。哦，羽毛，你是不是不爱考课？我看见有人握着斧头，哎，哇哇，没有哈神，就是我跟你啊，所以就已经是，就他们两个啦。杰克跟羽毛，我们撑过两天，巧克力我们可以的，所以我们很久，我可以，对，我们虽然我们很久没有玩，但我们 OK 的，好吗？但是我听到药水声音，我感觉不太妙了，撑住巧克力，没有用啊！你干嘛？不是阿神，有一个羽毛在，不要，你不要。我们在这里安全，他只能二选一。前面有一个，我看到那个来了。二选一，反正一个人死了。另一个没有用。OK。啊，没事，白天了，跑，快点！没有用。哇，再过一天，等一下啦，你不能一直连着人呐。好刺激！你有没有机会帮忙把他打走？把他没有了，小心！要晚上了。对啊。哎，羽毛，放下！不要跟着我跑啊！完蛋，阿神，完蛋了！活下去，阿神，我再努力活下去。活下去，阿神，完胜了！救我，阿神！啊！救！哇，好神哦！你们好，开灯，好开。我们散开，先躲起来，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对，为什么喝药水又没有用 ？OK。散开，可以。你是不是蠢狼啊？不要再发光了，冻住不洗澡，不能发光了啦！这一定是最慢。不要啦，这是不是杰克啊？最漫长的一夜怎么了？我在滑行，滑行啊！有了！你要动啦！你们干嘛？你要去哪里？冷静啊！脑子有点烫，冷静一点，冷静啊！晚上才过一半而已，这一晚很长。晚上才过一半而已。这个视角真美好。在哪里耶？等一下，安静，不要讲话，我听声音了。好可怕，还是我们一定要活下去。白痴！阿神，你怎么也死了？你怎么也死了？小光，你到底在预言些什么？你在干嘛？巧克力是狼人啊！你在干嘛？我在酷乱邪恶啦！这么乱闹！这白痴哎！这是预言家，这个预言家，这蠢蛋！下一场我们来更变一点点职业的设定好了，好不好？我们这一场要来开始多一点蠢，多一点小光，多一点小光，把蠢蛋拉到三好了，然后村民的数量不要有，然后忍者也一个，这个样子 OK 吗？哇哦，六三四五六，这样九个，有可能这一场中有一个，对，它是乱数的，是会九抽七，对，九抽七。那第二场的话，这个时间应该感觉起来蛮舒服的，准备喽，今天的第一。地图呢？地图的话，我们来换一张地图好了，好不好？好啊，好。这一次换 Underground 好吗？我们换成 Underground。好，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第二场，对 ，Two One Ready Go Go！ 走了，我是蠢蛋，我觉得我要拯救世界了，我也是蠢蛋，我是蠢蛋，我一定可以拯救世界。这里是我家，我带大家逛我家，干什么啊？你妈！哎，你是蠢，偷抢我家财产，自己是蠢蛋了吗？偷抢我家财产！哎，有人到 Timmy Shop 哎，为什么我不记得以前我的房子里面有 Timmy Shop？ 我不想再去矿坑了。不要上大学，爸爸，矿坑有点可怕。爸爸，不要这里换什么特别的东西吗？35颗才能换，有点眼泪。好，多子，大家，阿神有没有眼泪？我没有眼泪，
我哭给你，好吧？你走开啦！你走开！你为什么东西在哪里？好吧，这是我的那个游泳池。你是鸡妹，杰克跟团团在同样的地方。对，这是跨科的，我死了就是团团了裡面。啊，如果我死了就是杰克了。对，好，很可以。好，可以。我要死了吧？哈基，你是什么职业啊？反了，不是团团，不是团团。你想问我吗？有个亮起来了，怎么有个亮起来了？我可以用一下冷看、欸。我是蠢的吗？哎、欸，喂、啊欸，你真忍者啊你？哦。有点痛 ，OK， 哎、欸，吓到我了，吓到我了，这个时候快爆！哎、欸，有人亮起来，亮起来了，那个是他正在切粉的后世，我刚看到，我刚刚看到斧头在我面前两格的位置。纯女巫会一个人发光，还是全体啊？纯女巫好像是自己发光的样子。感谢吗？大家帮我？什么、啊？我还是我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杀过人了？哈基哈基哈基，你是什么职业？巧克力。嘿，你的药水包是里面拿到多少东西？喂，三罐啊！哦，那你是真的，我是假的。哦、我只拿到两罐。第二天了，第二天了，第二天了。啊，原来是好多爸爸。OK， 来看一下。哎、欸，可是一开始就好像有一罐呢、啊，所以里面再拿两罐，总共你身上有三罐。等一下，哈基，哈基，你是什么职业啊？哈基死掉了啦！死掉了，不能讲话，死了两个人，死了，太快了吧！狼人好凶哦。刚刚的状况就是啊，我刚刚想要找巧克力医生，没事吧？是你吧 ？BB， 是不是你？你干嘛？哎、欸，真的不是你。不是我啊，不是我啊，你也没有伤害，我们是好朋友啊。哦啊，所以我给你看，我是这个，我、哦、不能秀出，不是，不不不不不不，我不是，阿神不是，那个是就是羽毛了，羽毛了，我眼泪哎。你有眼泪啊？没有，因为杰克他有眼泪，狼人也可以拿眼泪啊！我眼泪。这样，杰克是蠢的，然后那个巧克力是真的，然后我是忍者，对，然后我又不会有事。羽毛，是羽毛，是羽毛了。羽毛，你在哪里呀、啊？我在这边。哦，我看到了，羽毛是狼人。好，我是预言家。在哪里？所以我不知道我在哪，这里是这个地方。这个那个发光的是你吗？是羽毛吗？对对对，是我。喝药水，干嘛药水？我现在喝一下看看。哦嗨！我看到羽毛了！羽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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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爆！为什么你们都在那边呢、啊？羽毛，他杀过了，杀过了，杀过了！啪！可以打他，你们这是哪里？哪里过来？哎呀，你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什么速度这么快？我被杀了！发生什么事？我没有吗？你没有救我？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破坏！我们刚刚可以反制你，但是因为暗暗的，我刚刚发动了神速力。速力是什么东西？就是不小心跑很快。OK OK， 我会跑很快。下一天再来做事。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是蠢还是。但是我们我们一起丢他，你们一起死了，倒了 ，OK， 倒了 ，OK， 白天了，白天了，巧克力又剩下我跟你啊，还有团团，还有团团呢，哦哦 ，OK， 还有团团，团团，好多人，也剩只有我啊，哎呀，坏人，坏人，坏人，揍死啊！哇，这个，不是杰克，杰克，我喝那个现行药水是全体现行的。哦、oh, ，那你就是蠢，你才是蠢的吧？我死定了你！我知道，我不想死。哎呦，对不起，你是鸡妹，鸡妹，鸡妹救命 ！OK OK OK， 目标撑过五天。我在努力放人数。哦，有了啊！我这个出来啦！啊，你怎么？你要等他靠近再用啊！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啊！狼人在我这，狼人在我这，超强忍者，狼人在我这，你可以打他。你现在有能力，你现在有能力。我现在有什么能力啊？来不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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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好，我刚揍他有用是不是？就是可以打他。对，集火蛙就是你打他一下，他也会死。哦、我不知道哦，有这个能力，啊、他发光，他发光了，看见他发光了，他在跳，他在跳。忍术，我要小心，小心，你干嘛？啊！哦，有了，人类全体异形，可以可以全体异形，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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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可以可以可以，我保护我自己好多次啊！我复活下来，呀，活下去了，人类！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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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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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巧克力吃下去！我的药水果然没有用。第四天，还剩两天，还剩两天，可以，剩两天，怎么都在这种地方？你为什么要这
样子啦！你们怎么要走到一起？好尴尬，好尴尬！救命！可以撑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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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啊 ，OK，OK。你给我在这边，就差一丁点。我们是要第五天结束才会结束嘛，对不对？第五天晚上，走开啦！救命、啊！走开！走开！你们回一点村庄啊！你们要先闪远一点啊！两个人跑不同地方，闪开了，闪开，闪开，闪开了，闪开了。压力也太大了吧！剩最后一天，剩最后一天，我们只要撑过这一天。哎呦 ！OK，OK，OK。团能撑着，团能撑着。可以的，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哦 ，OK， 这届时间好长，这届时间好长哦。OK， 行，不要掉下去了，你大宝我来了。上面比较好，那上面他不会走就已经在那上面他。哦，跳上来，其他对，你好啊，除非找到那个传送的。哎，哇，没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救命啊！救命啊！有了有了，隐形隐形隐形哦 ！OK OK OK， 可以，等一下，这边要怎么过去啊？团团救了我一命！团团你好棒，你小傻瓜！团团你好棒！有你躲好了吗？我不知道。有，你可以打他，你可以打他。等话，我没有看见他。你知道刚刚阿神就在你背后，你一开始晚上的时候。可惜。哇！哇！可以！加油！我刚刚是可以揍他吗？你刚可以，刚刚有那个啊 ，OK，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他发光用掉嘛，对不对？对。哇！你怎么知道？你迷下对啦，因为团团有那个啊，提醒小信息。哦，我忘记那个是全屏广播了。你看我们一样都撑死在那了，差一点了。我刚买什么机，我就中五包的时候。杀鸡啊！下一场五六十只狼啦！十只狼啦 ！OK， 可以女巫你要多一点啊，女巫多一点啊，女巫十只女巫啦。真的什么东西啊？什么奇怪？干啥？十只好了啦！预言者也十个啦！猎人不要了啦！就这样子啦！十！第六届的最后一场，四分之一的几率看地图的，地图的，我想想啊，地图的话，我们来，我觉得度假村其实看起来不错，度假村好了，好不好？好，那今天的最后一场，哎，对 ，Two One。Ready go go！ 不能够超过总数，等于超过了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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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等一下，只能只有一个人哎。来了，怎么最后一场？对 ，two one ready go go！ 我先说了，我是狼啦，我先说了，我是狼啦，我是狼，帮一下，帮一下，我是狼，我是狼，别杀，别杀，骑海龟。海龟不得够骑，谁不是狼啊？谁不是狼？大家都是狼。刚小公是狼啊，这边怎么跳啊？我是狼啊，我是狼，我是狼，我是你要去跳那个狼。阿水说女巫啊，是狼啊，没有谁啊，没有吗？没有这种狼的预言。哎呦，吓死了！你如果是别的猎人或是忍者，你就一定是蠢的。就三个职业啊，现在。哎，我突然发现这很雷耶。我吗？我狼啊！他有洞穴啊！我们彼此去杀别人。谁不是狼呢？我是狼。我终于当狼，我已经好几届没有当狼了，你知道吗？哦，嗯，可以。其实狼也可以，就是把整场全部杀光就可以了。对啊，你可以杀光。每一个人都是敌人，是不是？好，我杀来哦。已经变成一种 free for all 了，是吗？ Free for all。刚刚那样杀我们，来啊，出来！开眼啦！不杀，不杀，开眼呐！还有女巫，是不是好多蠢狼在开眼啊？对啊，是这样子的啦。哎呦喂呀！我应该是只蠢狼啊！啊，你连血都死了！哎呀，没有被你杀的好可惜啊！你不要过来，我有伤害水。哇，可惜啊，有人没有伤害水？这是在威胁吗？真女巫，这是在威胁吗？干什么啊？干什么啊？好靠近我！救命啊！不要靠过来啊！咕噜噜咕噜噜！
要靠过来！咕噜噜咕噜噜，杀手啊！过来啊！咕噜噜咕噜噜，快跑快跑！我跳好高哦，这太作弊了吧？不是，哎，团团你干嘛？我知道后面有一个斧头杀手啊！在晚上还会用一般的状态游泳？哎，等一下，我一定都是好人。等一下，我给大家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是蠢狼。我用龅牙暴打死暴打死一个人呢、欸？为什么你蠢狼暴打死？暴打死我看暴暴击打死。对，我暴打死一个人、欸，这是不是做坏了、啊？你是不是狼人？原来是我不是啊，所以他是蠢狼了。我是蠢狼，蠢狼在杀人。我是 Q 萌的蠢狼，我是蠢狼啊。你是蠢狼哦哦，好，所以羽毛跟阿神都是蠢的。欸，我在想说这样子是不是？巧克力，你要去哪、啊？在这里看看有什么好跳的、啊。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所以我可以这样欸。真的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测验一下，这张地图到底是不是出了问题？我在脑袋中有一个想法。我现在脑袋中有一个想法，哎，干嘛干？哎呦喂，有一个是吧？不然游戏不会结束啊，是这样没错啊。哈？救命啊！等一下，这地图做坏了。你要瞄准你，你要瞄准阿神。这地图做坏了，我爆了。等一下，这地图死了。这地图做坏了啦！狼人。狼人直接白痴哦！狼人直接，我跳蘑菇神的啦！等一下，等一下，这狼直接我跳药水跳到蘑菇神这里，太狠了吧！白痴哦！玩不完哦！所以他两个狼人哦，两个人，结果我是神。你们女巫都没做事，我用羽毛啊！刚才一看你就被哈基杀了，我被蠢狼杀死啊！别搞了，今天就这样，狼人杀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集阿门。我自己阿门说巧克力没有很邪恶哎、欸，因为他都是在当蠢蛋。好，我是好人，我拯救世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季的阿乌狼人杀。如果喜欢，想看到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玩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们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25000个喜欢。我们得找更多 YouTuber 一起来举办下一届的阿乌狼人杀。我们下一届见，See you guys， 拜。